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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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受伤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我不好意思，我看不到路。艺人贺军翔二号下午现身台北地检署，白衬衫加黑口罩，还是遮不住明星气息。这回因为妨害性自主，首度被约谈。尽管起初守口如瓶，但离开时还是忍不住。我没有做不礼貌的行为，小心小心。不忘替自己喊冤，毕竟被指控对女荷官毛手毛脚，还挨告。贺军翔不止名声受损，就连新戏也被换角，重创演艺事业。贺军翔就在沙发睡，睡到了几点？我告诉大家，他睡到了六点，是店员帮他叫检测而离开的。所以他离开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事件爆发后，狗仔葛思琪直播揭秘，还原贺军翔当天和女荷官接触时间根本不到五分钟，认为妨害性自主可能不大，但检警目前依旧将他列为妨害性自主被告，首度出庭引发关注。但同一时间该出现的还有他。黄子佼丑闻连环爆，四月又被一名 K 小姐指控，多年前被她以艺术名义性侵，目前分他自案侦办当中。二号下午约谈他到案说明，不过黄子佼疑似见到媒体阵仗，突然由律师口头请假，神隐态度也让外界联想，是否多少感到心虚。三立新闻何木哲，他 H 小组台北报道。